你加入那个水平线之后，这个地方，好，水平线到 HTML 这个地方加进来。那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HR，有没有孤家寡人一个，有没有后面再一个斜线 HR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是你可以看到第二个，其实我平常很常看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有发现了吗？当我点到不同的地方，它是会跟着改变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地方，那所以说，当你点到这个段落，它就出现 P，你点到它，它就整个段落选起来。当我点到这里，它就是 HR 就会选起来。所以刚刚你记不记得我在套用超列的时候，我只套用，我点到它，我是不是点到 A？有没有点到 A？你看哦，超链接有没有被我选起来？你看我字点到这里的时候，我 mark 起来的时候，其实超链接也是不会被 mark 起来，有发现吗？但是如果我点 A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有哈，按 A 会比较准啊。好，这样会比较准哈。所以这个是跟哥提一下。那这个我们称作所谓的标签选取区，标签就是指 HTML 那个标签。好，标签的选取区，这个在这边啊，标签的这个选取区哈。好，那这个 HR，你看呢？我们先预览一下，你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它的效果就像这样子。喜欢呢，大致上跟你在那边看到一样。那么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看看说，如果你把，因为你看一下这里，你看卷尾尾面，它能不能设不同的样式？没有，啊，有没有给你设颜色的？没有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，好不好？那你先试看看，先随便一个地方加进来。地方哈，虽然它，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。这个很久了，可是一直不能设颜色哈、哦。那其实你可以从这边来，有没有叫快速标签选取器？有没有？就是这个，你点一下这一个，它就出现。那个这个看到的，你有跟我上面看到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看上面这一段，你只是喜欢看它相关语法，就在这里。那么在这边的话，你看哦，你如果要帮它加上颜色，就在这个结束标签哦，我们先空一格，color。你有发现它蛮聪明的。他知道你要打什么，哎，你打进去一半，那他就会告诉你它的等于有没有，什么颜色？那么英文的颜色不知道各位认识几个？White、Black、Yellow、Blue，这是可以用的哦。我是该攻击内啦，这个你可以直接填进来。如果你颜色是要这个的话，你可以填进来。但是这个词汇有用尽的时候，所以如果你不会的，请用这一种。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觉得那个颜色你就不太知道，因为它也资源大概十来个左右而已嘛。那如果超过，你就用这个，这样会吧？所以如果要变红色的，要变多少？红色紧绷是不是25？大小写没有关系哦。绿色没有，蓝色没有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那好了，你就点开它。不过要注意一下，在这边看不到结果，一定要怎么样？预览。有没有变？这样了解吗？当然你打对的也可以啦。好，就是说这个都是可以的方法哦。这是第一种方法，就是说这种是直接用这边来编辑的。那么如果说啦哈，如果说你不需要用这一种，那么其实你也可以用什么？用那个 CSS，用 CSS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我把 CSS 打开。你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说自己定义一个类别。因为你可能不同的那个什么水平线，你只要设不同的样式，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第一种，在你要换的时候再指定。那么如果你希望你的网站里面所有的水平线我都要变成，比如说都要变曲线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找谁？找下面，因为我等于把水平线重新定义过嘛，了解我意思哈？我先用下面的好了哈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它是不是叫 HR，所以你要找谁？是不是要找 HR？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 HR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要重新定义它。好，点进去来，确定。好，那这边我就告诉他，你看在这个颜色部分哈，颜色我看边框，我们到边框这边来，它的框框哈，这边其实上下左右事实上对他来讲都一样啦，你只要设一个就好了。比如说我设上面，那你看有没有看到好多种，对不对？线的什么形式？
那个样式，你可以是一般的点状线、虚线、直线。那一般来讲，这个下面比较少用到了，大部分都是什么实线，实线就是实心的，虚线跟点象线比较多。好，那我先用那个虚线好了，那宽度我就刚好一，然后呢，颜色自己定。假设我的虚线都要用这种的，好，确定。那么你这里也不用改，有没有变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预览看看，看看，这样了解吗？当然，我现在是没有设宽度啦，我宽度等于是由这边还是由这边来控制的，有没有90%？这样了解意思了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发现说，哎，其实水平线效果事实上也不错，因为你不需要去用图片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好，不需要去用图片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再给各位稍做一个参考，就是如果说你看哦，像我们刚刚在这边看，这里是不是也有这种外框的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啊，像这个，像我这边，我们昨天不是有去看过那个香草园，是 ASP 版。我们看细说香草，有没有发现下面一条一条的，像不像以前我们写作文那些，就是这样一条条。Word 有没有这种功能？摇头，点头，有 Word 有这个功能，它可以列出来啊，但是不会印出来啊，就是它那个应该是参考的吧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要在网站上要做到这样子，其实也是可以。那这个也是跟刚刚那个边框有关系。所以你看，边框我只要下面就有上面左边右边不要有，是不是就有这个效果了？这样了解那意思吗？好，就类似像这样子哦。那我把画面先还给你。